航行基隆花莲之间的花莲轮，今天举行了开幕仪式和试航。上午9点，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明到基隆港G2号码头上了花莲轮，参观船上的设备以及主持了开幕典礼。花莲轮从明天起每天要往返基隆花莲，可以载运旅客1000名，另外可以容纳大小型的汽车160辆。船上有客座、卧铺、餐厅、酒吧等。上午10点，交通部长高玉树也上了轮船去参观。10点半，花莲轮开出基隆港外海试航了2个钟头，情况良好。